是最废的 position。哦，有人发现了、哦，我最近越来越少玩蛮王了，开始有人会敲完我的蛮王了啊。好吧，既然都有人敲完了，我就只好玩一把了啊。蛮王直接送他们下去一把。蛮王捡到妹子，我的大的早已饥渴难耐。我的大家只有三公分。这个人还没带点燃，没带点燃是绝对不用想打赢我的。他死定了，他的游戏已经没了。哎哎，他妈你呀，你快走！鬼步开前。都交双招了，你给我个头吧，天吧！是啊，我都交双招了，你真的不给个头啊？再来连爆两刀，立来，一直爆钱。我今天靠在玩游戏，一直爆，很久没有觉得自己运气这么好了。还开鬼步啊，捡到妹子，你一等没交鬼步啊，太爽了吧，我一等都交掉了，我一等刀全交了，要不然你早就没了，太痒了吧，死个大，大姐靠杯，子哥干嘛？队友在送嘛。子哥干嘛？想干嘛？该不会是想叠叠出吧？因为会让你得逞吗？高速 recall。你自己玩啊，我要吃炮砖啊。干嘛内奸哦？可以了，你把他打个半残，可以了，算是有变格到了。他哪有洗奶？狗狗。对啊，卡玛，没有让死哥跌到跌输，我们这把都不会输啊。他想来。Nope。直接硬撞，硬夺取塔皮，应该可以再撞一下。蹦，这有点嚣张哦。我虽然钱有点多，但我觉得我可以支援哦。转角遇到爱，还敢带不那么深，结束了对面。哇！这个反手一大可以，拿给我，等我把我该做的事做完就行了。我先吃完一轮他家的，再吃自己家的。这游戏肯定是先吃别人家的，再吃自己的。食物也是这样子，先从别人的开始吃，吃完再吃自己的，这样就可以吃比较多。这个道理现实也套用。斯坦利要救场哟！超硬 fish 登场。做什么 TP？ 做什么水平的 TP？
然啊，还想他妈追我啊？我先剁完你们再走出来，还想追我？什么水平？要改个 ID 吗？改什么 ID？ 改成蛮王 King 吗？现在是 Bogle King， 改成 Trindamere King。你们知道蛮王这个泰达米尔怎么命名的吗？当初有一个 R 社员工，他的名字叫 Trindamere， 所以这个角色就叫 Trindamere， 就这样。你的胖子在跟谁说话？就跟如果我是设计师，我就做了一个角色，然后叫做 Stanley。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剪刀妹子，直接被我剁烂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剪刀妹子。我已经吃你这么多波野怪，经济差距已经出来了。随时紧盯小地图。哎，他一定会去这个岛。你们的小脑袋里面装什么，我都知道。这个机器人好固执哦，你们以为我是机器人啊？小脑袋装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还出来？他可能被骂了，他开始用大绝清兵了。我猜他会 TP 到干，高歌离席。他 TP 到干了，真的。有看到他吗？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逃走啊？真的假的？遛狗还敢出叠书啊，死哥啊！我就专门先砍你。旁边可能有多人运动，小肌肉，那个多人运动啊！鸡奶，就剁你，就剁你，就剁你！不要跑！是啊，来两三个就算了，来四个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啊，我们再吸引别人来吧，毕竟这是我们的专场。TP 送塔又送人，人跟塔一起没，捡到没得，哎，蹦蹦，哎，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，捡到没得。结束了。扭掉，还没扭掉，没事。就在你们跟我们混战的时候，巴龙悄悄的就没了。蛮王其实就这样，就是他三件装还蛮强的，可是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装好处了。说实在的。难受吧？大家去挖出陨落吗？好像有点太废了。大家不出陨落也没啥用，没什么好出的。出陨落拿来缓人好像还不错，靠三下就可以追到底。GA 没有用了，蛮王出 GA 就是倒下来再忙死而已。结束喽。啊！居然被杀光了。哇，还进洞啊！哇，太倒霉了吧！呜，姑姑救了一波，我还想说他这么倒霉，刚好遇到鬼。你落地先，惊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转都懒得转啊，牙膏。我怎么死了？迅雷不及掩耳。喝点水。我喝冰的就会这样，我有时候喝冰的就会想要咳嗽。我刚喝冰的。这就是GA有用处的地方。这就是GA有用处的地方。虽然这是应该说，这状况并不常见啦，阿体。这状况感觉非常的少见，鱼也没有用。我认为它虽然有用处，但是是因为运气好，运气好才有用处的。
兄弟们，快走！不稳是不是、啊？哇！被起飞！哇！被勾了，完了！没事吧？我们四龙了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！好一点没大吗？让我放，来扣带。哇！等有信心才放，可以啊。我们直接进他家拆他主堡，看他们要守我还是守八龙。很基本的四一分推。直接钻到他家里面，兄弟，时间过得好吗？不要，家里要没喽！哎、欸，居然有人守家，你们守家我就走，很简单。在哪？好啦，可以送你们下去了。什么病毒？该不会以为你很安全吧 ，EZ？ 哎、欸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那我修一波，晕狗，晕狗就上。嘿嘿嘿嘿，够不到，傻逼逼！再勾，再勾，再勾，再勾。我 CD 好的，他怎么差零点一秒啊？我算好 CD 好我才回去的，不是我按了，但是他 CD 啊，哦手好痛，哦手捶桌子好痛，哇金马影帝演得好，牛牛，小丑，啊死哥真像小丑。我估计跟他玩站着 Q 站着扭游戏他都不会中啊，干嘛你很生气哦，那你卤味你干嘛，别说卤味刚刚很嚣张，就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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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就剁你，小鸡哇牛，我小鸡什么水平，你再来，哇居然有 GA， 可以可以给过，啊啊算了，最后让你嚣张一下啦，一路反正你都已经没了，让你嚣张一下，就是我对你最后的仁慈而已。不是啊，我闪现要准备扭他的 Q 的，我打算要帅气的闪过他的 Q。但是因为那个，所以我那个 Q 看起来是那个闪现看起来是扣的、啊，我其实是为了要扭他的 Q 啊，这样你们就懂了，这样你们懂了。伤害最高，伤害如果是最高，这赞肯定得给我。对，带这么多边线，伤害这么高，你们这赞肯定得给我啊，还是在。只有三公分。Stanley， 先从别人的开始吃。Stanley， 先吃比较多。Stanley， 要就差没有。Stanley， 可以多人运动。Stanley， 这个机器人好固执哦。大姐很厉害。